大家好，我叫邱宝郎，我从事的行业为服务业，也就是厨师。那我妈妈呢，也是做伴奏，一些宴会、学校为主。我自己也出了几本的书，那也是自己的喜好。在多余的时间呢，我会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来研究一些其他领域的菜系。譬如我现在有做过的是南洋菜、客家菜、大块蔬菜百分百等等，那我会不断的去充实我自己，也会利用这些书籍来加强我自己的厨师领域。所以说我非常热爱我这一份工作。做一道好料理是一个主厨必备的一个条件，家里的厨房不比饭店厨房每天都有人在刷洗，家里的厨房少油烟，卫生是必备的一个条件。我们这块锅呢是非常好用，而且在牛头台来讲，这只块锅呢在家庭用是非常的适用，而且是非常的快。而且譬如像我在上班呢，要回来做一道菜给家里人吃呢，我要赶了很多的时间，这个不用啊，回来我只东西准备好，只花10分钟至15分钟就搞定。油烟是肺部最大的隐形杀手，所以说家里有小朋友呢，我们为了他的健康，我们不可以为了美食之前然后放油放很多啊，放盐巴放很多啦。所以说我们现在饮食一定要少油少盐。那我们今天用的牛头牌的炒锅呢，它的加热速度加了30%，让你的健康一定有把握。好，就轻轻松松把这一道 SO 酱炒双鲜给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摆在这旁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检查这旁边的油有没有溢出来。大家看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们今天使用牛头牌的炒锅非常的好用，而且少油少盐，吃出健康。牛头牌的原味锅它极好用，怎么好用？它只要把蔬菜放进去就能够呈现最原味的方式，而且是最快速。尤其是它的节气头，它可以让我看到它里面的滚烫，如果它已经滚，我可以把它关小一点啊，就不用整个把它打开来，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房间或者是整个厨房等等。尤其它的盖子是非常的密合，所以说我用牛头牌的原味锅可以做出非常健康的料理，而且可以让你的料理可以完全呈现，而且完全是吃到它原来的一个风味。好，我们已经时间过了25分钟，你看要怎么开都没办法哦。牛头牌的快锅它非常的安全，而且案头已经下来，就表示可以安全可以开了。我们还有这个安全阀，轻轻的把它搬下去，往上转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香，而且跟你外面卖的是完全一样哦，非常赞。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来，我们先夹一块来比对，这个肉都快垮出来了。所以说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个我一般的锅子，你看这个色泽就好了，差异非常的大哦，差异非常的大。好，我们夹一块来比对。好，我觉得是不用比啦，看就知道哪一个是获胜。它是完全密封的方式去卤啊，去炖，而且这个肉非常的软烂，跟外面卖的有没有一样？一模一样，甚至比外面卖的还好，还赞。那一般的锅子呢，没有办法去呈现这种效果。所以说，我们牛头牌的快锅呢，我们只要短短的25分钟，我们可以完全的去呈现我们所要吃到的5星级的猪脚。大家看看。